是我梦中的神话，神话。新年花非常温柔，也非常好听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挺好听的，第一次听的时候特别好听的感觉，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。今天今天不是停电了，大家喜欢小粉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小粉关注啊，包括我们的爱好官宣都可以点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们啊直播关注，欢迎快乐每一天。还剩最后一支舞蹈的时间，最后一个舞蹈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看慢一点的还是快一点的，慢一点的扣一，快一点的扣二，你们扣一下吧，慢一点的扣一，快一点的扣二，慢一点的吗？你也有其他人了吗？我们家流氓扣一个人扣吗？慢一点的呢？好吧，哪一个是慢点的？我找一下。
tonight.